来来来，你摸我，哇，就离谱！你跳，你用 E 把我的 W 给打断了。不是吧？经常被打断吗？今天你没死吧？没死，好像是你打不烂我，玩花的。不是，这下子机制就很奇怪啊，不知道是什么 bug 吧？能杀吗？现在？对。什么？杀人这么低？你能杀不？有有有。我操！我这一个 QRQ 都没给他踹死，就我以为死了，我都没跳过去了，兄弟。哎，不是了。哎，我这个闪现应该能躲得到吧？我感觉啊。快快一点，能抢！手手能看吗？这不，敌军没来啊！打不过，我操！你怎么打？裂开了。这 AD 没死，哇，吓死我了！我操，今天没蓝大招了。哇，我踹他，他都不会被踢飞。来了，是他们上来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来来来，兄弟。你上吗，兄弟？他应该死了。走走走，够了够了，走吧。你们直接上去，这波能打吗？来来来，踢过来。能杀能杀。这边这边。没闪现了，这个在哪？漂亮，大龙没刷，我峡谷没大龙，没大龙，看到没有？我队友呢？我操！他谁的 D 啊？随便拿，你可以蹲一下，大龙。不是，直接秒，直接秒，很快的。能不会被抢吗？快呀，被抢！这也没办法。运气，知道吗？感觉确实应该先杀皇子了，对吧？走吧，走吧，推过去，那边夏拉都死了就行了。爸爸妈得来，我说我没杀了吧，不过，别打，别打，有兵线吗？能一波吧？没有。傻逼了，没死完了，
啊，真的呀！开始了。啊，夏拉快死了，兄弟。我已经死了。那这边。我被减速了，兄弟。他还没鞋子。赢了。夏拉是怎么死的？我给他干死了呀。看到他很多血走的呀，我伤害拉满了，这波一杠八杠二十一，这把说真的，这把我们下路比赛来说送起来了呀。